我珍惜每一个能够听到 PS Audio 的机会，尤其是在美国音响展上，因为这是 PS Audio 的本土作战。国内能够听到 PS Audio 产品的机会非常少，尤其是他们的扬声器、Aspen 系列非常非常的少。我上一次聆听可能是唯一的一次聆听，是在去年的香港音响展上面，我听到了他们的旗舰型扬声器 FR30。 这次在 Expona 音响展上，PS Audio 有一个很大的展房，他们展出了他们的次旗舰扬声器，就是 FR20，然后搭配的功放是BHK 系列的这个 Signature 前级，再加上600 Mono 的这个后级。他们还有，你可以看得到照片上会有PowerPlan 20的旗舰型的这个电源处理器，而且我看到是有三台。这次他们一共带来了四对扬声器，从最旗舰的 FR30 到接下来的 FR20， 再到最下面的 FR10 10，其实还有一对书架箱，他们在现场是首次展示的，就是 FR5 书架型扬声器，大概是$3500。注意，这个价钱是不包含脚架的，如果你需要原厂的脚架，你要再多花$500。然后这个扬声器是一个平面振膜的这个高音，然后加上一个6.5寸的低音，还有一个被动辐射器。我见到了拥有极高知名度的大神级人物 PS Audio 的平易近人的主持人 Paul McGowan， 他在油管频道上面有一个频道叫做 Ask Paul， 长期坚持读观众来信，回答别人的问题。
如果你要说到 Exponent 音响展上的宝石，那么这个展方就是，这个是来自加拿大的叫 Acoura Acoustic，他们带来的一款扬声器呢，是真的是用宝石做的，是用可能是蓝水晶吧。这个扬声器的这个名字叫做 SRB，然后呢，它是上下分体的，就像 Wet Puppy 一样，上边是中高音，然后下面是有一个低音的这个模组。起步价钱是用花岗岩做的，就是你后面会看到那个花岗岩的这个涂装，38,000美金。但是如果你现在要用这种发光的这种紫水晶版本呢？价格将达到85,000美金，而且他们说就是完全可以用你所喜欢的那种各种颜色的这个宝石，里面还有这个 LED 的这个照明，所以看上去在黑暗的房间当中会有非常戏剧性的效果。另外，驱动 Acoura 扬声器的是美国的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胆机品牌，叫做 VAC，它的主持人叫做 Kevin Hayes。你在视频里面看到那个戴帽子的人很消瘦的先生，就是 Kevin Hayes。但我觉得有一个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去年的时候，Acoura 这个扬声器这个品牌，它收购了美国的 ARC，就是另外一个做胆机的品牌，等于说是 VAC 的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但是在音响展上，它却搭的还是。VAC，不知道明年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搭 Audio Research？丹麦顶级音响品牌贵峰是整个 Exponent 音响展上占据大面积展房或者是大空间展厅唯一一个不开声只做静态展示的。我向他们的北美的销售总监 Anthony Trella 询问理由，他告诉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展厅这个展房的这个面积，这个展房的这个三维尺寸不合适。开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他说是一个像正方形这样，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比例。那如此情况下，他们宁可放弃开声，只做静态展示，而且他们在往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呢，他们在小房间里面会有一套音响系统可以开声，当时用的是 EOS 的这个扬声器，再加上Diablo 333的合并机进行的这个驱动。这套不开声的器件套装，EDOS 的这个 CD 唱机，然后 Commander 的这个分体电源前级。Apex Mono 的后级，然后 Kudo 四分体的这个扬声器，还有 Standard 的器材架。最令人惊世骇俗的是，比一个人都高的 Kudo，它的价格是44万美金。贵峰在现场还展示了他们最新的叫 Power Zone 3的这样一个电源的处理器。这个电源处理器它是不限流的，然后可以接后级，然后它有一种专利的一个技术在里面，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材料方面的东西，也是说第一次用在音响上。